我都係去出嗰拍邊首歌？佢哋條緊靚集飛的。哇！一齊飛啊！我你哋又去啊？我唔知啊，但係有機器啊！你一齊都拍邊首歌？係。正喎、啊。嗯順便拍埋 N691 咯，係啊，冇問題。我哋我係主持人，我好陪佢嘅。啱先聽到你話想拍 N11，唔係啊，我哋揀揀啫嘛。哦，仲有人都話去798B 首航。我話諗住可能搭 T22C 噶，但係見有首航嘅，我梗係搭下啦。我唔知會唔會坐 KPR 咧？應該佢會嚟嘅。係啊。哇，好喎、啊！46分鐘就以為自己瞓咗兩個鐘，哇！全晚失眠，好慘嘅。有車我係呢啲即係中意有車嗰邊。因為有兩張票，我之前咧682 S 新嚟開始咧，我咧就唔知做乜啦，佢就遲咗，然之後咧我又即係瞓著咗啦。佢嚟第二次，係過嚟。過市世關嗰次，嗰次啊，係，然之後咧，我就唯有要飛直咗。嗰度比較偏嘅，好似話係咪 KBR 咧，仲成日咧要去到等公司捱夜咁樣咧，直成嗰度吹風。係，不過我就叫第四個去，朝早六點幾。第四個咁咪坐喺台嗰度。係，唔好再睇，有個人打尖，有個細路嗱，可能唔知啦，佢冇入嗰班嚟。打尖咁冇㗎，先到先得㗎嘛。我又見佢冇交咁，我算咯。哦，真係，如果佢有交仲好，打尖我擺埋佢上單次。影佢相，等佢做網絡紅人啦。係好嘅，我幫佢做明星。係啊，幫埋佢一把，佢多謝我啲美詞啊，我。係。真係要。嗱，我住屯門嘅，我咧搭翻啲周年嘅，佢過海殘好。嗰個車都知道一百，唔知去到嗰度又有幾多個人要排隊？哇！我哋識幾個人，好多話去798。係咪冇人去798？啊，跟住仲有啊，邊個嗰啲咧？你知唔知邊個叫超級啊？即係嗰個。啊，超級啊！係，我有聽過個名咯。啊，佢又嚟咯。哦，係啊，幾個都會嚟。KPL 應該會嚟。佢啲仲疫情仲可以日日拍片，應該都好少。我呢啲好勁咯。我而家仲得，不過我冇理由日日喺度剪片㗎。我仲要跟過喺度剪咧。都仲可以上下台少啊，但係佢真係好似有一年。唔係太理咯，所以交完份功課，我嗰份功課咪喺凌晨2:45交嘅，老師提我。係，唔好意思啊，係啊，啱頭先要借騰出個位。
地方係慣咗啦，因為我哋全部係同一班啦，係咯。以為你係去拍 N 十日㗎嘛？係啊，哦。好似七九八飛手航。我喺度竟然可以做咩嘢？出嚟咪好早出嚟咯。大概三點鐘就三點半 N 九六二咯。頭先拆樓單層巴士。我知啊，啱啱都見到 N 三七三、N 三六八同埋嗰個叫咩？仲有 N 一百、N 九六九拆樓咯。正都其實都正常嘅，好正常咯，全部未節省上落開始同埋下跌極低。其實佢好輕翻喎，我先唔明其實佢點解慳冇法咯。慳油啊，都係慳少少啫喎。唔係有冇分別嘅，但係可能想慳錢啩，但又慳少少唔單在啦。300.00，跟住我哋300.11。
分別咪零零同埋一一咯。佢又好啊。將呢個背景，我早前做譚嘉怡嗰首《原來有我》，fit 到個時間啦，fit到啊！全部等翻曬啲嘢俾我。咯，平常佢哋冇理由無止境咁幫你做，但係又分唔到嘢啊嘛。我哋分到嘅。哦。佢要我一個月交嘢，即係交嗰啲巴士上嚟。最少交30張啊！一個月。幾條生？如果我入邊嘅同學就好好心免費幫手。哦。你哋想做？由上年11月到我開始發展最差的一次。
走貓的卡卡斯。做乜近期咧？嗱，我俾咗錢就去水印嘅，佢又神神地變
喂，單位新館。有單位新館啊？係咪啊？喂，係啊，應該係啊，見到啦。佢呢個都差咗啦，應該係㗎啦。我唔信唔係。Yes， 係啊。正啦，單位新館。但嗰邊要做啲檢測啊，或者維修嗰啲啊嘛。係。正，我好中意單位新館。係啊。隧道裏面，你一聽型 B 嚟，一講話係啦。第一時間，員工巴士都係用緊短身嘅 A B S， 一定短身矮身。佢唔拆樓已經算偷笑啦，用公車啲公數。話鬼拆咯，我架 A 九二先啱啱拆完樓嚟。係啊，咁好正常啊 ，A 九。都係。西隧喎，咁鬼貴。又要經大欖隧道，又要經西隧。誒、哎，大欖隧道嗰位經九龍九咯。其實等陣你講嗰條公路，我諗緊我識唔識嚟。你有冇去過邊次首航？九雞毛哦。講啊！但係我真係熟一四次首航。你識中幾啊？識中二。咁啊，冇可能啊！好似所唔關唔關巴士事。你讀邊間學校？錢家明，錢家明，屯門嘅。千祈唔好咁做，每個人都應該會喺架車咧，例如
咁應該架車係會撕過嚟噶嘛，錄住噶啦，一路錄噶啦。或者除非架車再停咯，停低你咪 cut 咗。我前嗰啲巴士咧，一試過就係一上架巴士，跟住我一上拍嗰下啊嘛，即刻刪。係啊，試過咯，但唔係中途就轉站即刻跑喎，佢跟住即刻就啲高車都未黐好，直接擺過嚟，跟住喺度架車停咗先再黐。翻啲高車，手汗係咪即係第一翻開車？我都要嘅。手汗係咪即係第一翻開嘅車？係。係啊，第一班我。第一日第一班，其實呢個完全我都收唔到風添啊！係你睇 H K Bus Fan 入2020，你打呢個字眼咧，然之後你睇2020年巴士改動電影嗰個又死啦，全部有齊啊！你自己打。好啊，啱曬。好正啊！個 app 啊，唔係 app 網站。網站嗰個站啊。啊！我所有打手汗啲資訊下去，佢一定會有嘅手汗。最遲是三日前通知，除非巴士公司沒通知的。最遲三日前，現在連 Busman 都收不到988和即新巴士。你沒那麼快開啊，他講到第三季好像是吧？是啊，很期待。我還期待呢，星期三十一日那條200A 火炭象牙村三年市中心火炭站去火炭象村跳花橋橋橋那些是不是由火炭站去到晉陽村先？不是晉陽村去火炭站，但是它是巴黎的，本來是250班，現在變了名叫250A 得單向的。那250就是火炭晉陽村從沙田市中心，不行的，250A 才再立250啦。是啊，不過就非在場的人會選擇，我會叫觀眾要看哪輛小巴。我係喎，我兩條路線並埋一齊，跟住一次過一條片就兩條線啦。嗯，建議咯，即係因為你之後可能冇個題材拍，咁即係拍靠啲坐咗落嚟。我大把片未剪，但我驚仔我會冇題材。哦，咁你又唔同喎，咁你就真係要定咯。都要定。仲有啲咩289R我都未剪㗎。咁慘。係啊，未剪，拍咗陳生咧。山車咦、欸、我另一個巴士是在最上面安達村，我知道最上面你是不是在說什麼人人、啊、你知不知道誰叫楊人先？楊人楊人他應該全面沒有我說另一個真的他跑一年跑步的他都一個一個追巴士他就是最上面最上面啫嘛，安達。我影翻張球。哇！哇！影張真係唔錯。咁樣就變咗冇人。係。其實佢入邊有冇人？有，一定有啦。啊！記得對。擺上 I G。唱出來對對對。唱出來對對對。對焦。29分鐘喎，好快。係啊。凌晨一開車到。
嚟，跟住就掛機上同佢瞓覺嗰啲咯。但我唔會掛機嘅，頂硬上咯。一定幾威啦！聽緊幾真係頂唔順嘅，挨喺張牀嗰度瞓咯。Okay.
張先。誒，順便擺埋 I T 嘛，資源利用。利用嗰啲。係咪資源善用？唔係利用。善用。好善用資源。部手機影唔到，攞翻呢部好啲，靚啲。講唔講啊？教唔教啊？教唔教？我冇教廣告，不過你喺邊度咯？仲教咩廣告啫？普通啊。哦。我都係普通嘅啫咯。但我唔明廣告嘅原意，即係而家讀多啲嘢，唔係個結果個輸出我知啊。不過廣告輸入經常使用廣告嘅人咯，但係輸入唔講意識，廣告其實你部機有廣告鏡頭咩？邊度整廣告？我本身手機佢自己內置有，內置係咩？我冇，唔係好少，反而 app 好冇。買多上 IT 先 ，end 下佢。呢排有好多人偷我圖，真係衰。好興㗎啦，偷圖而家已經係。係啊，我之前偷過人頭，我偷過人頭，我而家變咗咁啊。有浮水人啦，要。我唔會去玩。唔係要有浮水人。嗰個咁樣嘅，即係有啲偷片啊，最嗰度988L 啊，一俾人封殺咗，抵死啦！依家佢。然後你知不知道呢，我已經試全試到這樣，然後他在下面加個 chicken 就搞定了，那即是又變回他的皮，真是賤的。哇、啊、你看看他還是、啊、我立刻罵他，他叫我不要偷圖嘛，我就答回他咯，借著偷圖人責任歸人人，我幫他作回他 stop 緊、嗯、我要玩。哇，我這個金句呢，好不好？即係我而家咧，為咗激佢啦，喺上面加多句歡迎 cap 圖。你中意你咪繼續 cap 咯。我唔知你啲句話。我仲有好多片要知道好啦。我知啊。啱啱通過啲人係咁樣啦。NTL。而家後面認真冇人我，除咗我哋幾個之外。而家啲人係咁樣啦，明明自己偷台叫你唔好偷。咁睇邊個？睇下邊個 po 先咯。哇！人知啊。玩事啊。幾大？呢啲最可恥嘅真係，無恥之徒咯呢啲叫，無恥之恥無恥，可以。唔因為你一有版權就冇乜嘅，正常嚟講係冇可能。最慘咧，你知唔知咧？我加咗版權，嗱就同啊 BusinessTKO 嗰啲啦 ，BusinessTKO 就鬧我，然之後咧佢封咗我啦，就叫人去抵制我。即係而家我哋兩個已經私人解決咗呢單嘢咧，到其他人犯都唔得勁嘅喎，關佢哋乜事？好煩嘅呢啲問題，完全唔關佢哋事咯，我覺得。真係搞咁大龍鳳。我先唔得閒會嚟玩嚟噶，之前試下攞埋啲所謂嘅法律啦去玩佢哋，然之後又玩唔成功咧，而家索性唔睬佢哋，抽唔抽？你中意繼續玩，我奉陪。啊，咁應該好清楚。哎呀！我影翻張電影。我爭啲入撳到呢個掣，到時都唔緊要嘅。緊要咪剪翻咯，唔緊要，到時再拍翻啫嘛。冇人冇成，紅燈冇咗過。不過語言攻擊我都冇乜所謂，真係。誒，嗰啲粗口啊，梗係有用啦。唔識用粗口㗎。哎呀，你知？啊，原來你唔知道啊！哎呀，哎呀，我唔知啊。係啊，我有啲就唔使用粗口。對住你，我諗唔到任何語言同你溝通嗰堆，我都會寫。即係對住嗰啲，即係對住嗰啲賤民啊嘛。係啊，對住佢哋咧，我之前特登睇埋 YouTube 喂，哦，50句咧級大粗口咧，鬧人嘅句子，激佢唔使嗰啲嘢。我答咗啦。係啊，我跟人都費事坐嘅。我先費事坐嘅話，一樣 KO 啦。我而家交俾 IT 部搞掂佢哋。橫掂都係説話一句啫嘛，對住嗰班人都唔爭就用到最最端嗰啲啦。全部封鎖限制舉報搞掂。壞啊！呢個。你們這麼閒玩的，我不會理你，你喜歡我繼續玩，我不會騷擾你嘛。是啊，很明顯是想玩的，是誰玩？玩不起喎，你怎知玩不起喎？你怎知道他是什麼？等他們過多陣子玩你了，我不會說。他玩不起啊，玩不起添啊，是。幾時上？啊，幾時？幾時上？
咩幾上山？咩上山啊？幾時人出？人出？人出？咁快啦！冇啦，而家先幾點啊？5:00啫嘛。5:00正啊！好嘢，我爸爸又喺度潛水緊。最快都5:09啊！你有冇打啲？Robots。我打啲啊。我打了2個尿袋。
會鏟過咁出白氣。我哋應該唔會鏟。翻到屋企瞓一陣，然之後再出嚟。我唔會啦，嗱，當你啦，佢你先。啊？係咪講你條片？我屯門咯。屯門邊啊？我咁啊，嗱，你可能去到沙田站，你咪搭263去屯門站，咁車程一半鐘。你大約9點翻到屋企，下晝你就大約要3點起程，然之後6個鐘瞓咯。我就瞓到8個鐘，我瞓到12個鐘，佢日日唔係而家。係我瞓唔到咁耐。係。唔係你夜瞓就瞓。我會自動彈寫咯，就算我好似琴日咁12點，我凌晨先瞓啦，12點幾。然之後咧，你知唔知我幾點起身？10點幾已彈醒咗咯。10點幾咯，我接受咯，係。我接受。我片現在正在準備
交啦。去搭車。啊，佢位都係不過得把口啊，但係。但即係講翻咩？講到胸痕射啊、濕疹嗰啲人就呢啲啫嘛，係咪先？係咪嗰啲嚟㗎？嚇？你話嗰啲咁嘅網民啊，係咪講？係咪都係得個講啊胸痕射啊濕疹嗰啲嚟㗎？係。哦，咁得啦。我幾驚，即係譬如一啲人可能揾你報仇咩？喂，我先。